哎，真讨厌！你还好吗，宝贝啊？怎么了？耶，你看我的篮球，我应该怎么办啦？就这样啊，肯定有什么办法的。我知道该怎么样修好它了。我需要这个空水瓶，把它装满吸水球，进去吧。现在呢，需要一个气球，把它给套在瓶颈上面，然后呢，把瓶子翻过来，这样就可以轻松的让球进到气球里了。把气球拿掉，放出空气。哦，感觉真棒哎！哇哦，看起来真好玩哎，好 Q 弹哦！谢了奶奶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啊，宝贝。瞧这个汽水是我的喽。我都可以尝到那个甜味了呢，等不及了耶！它让我真幸福。你今晚真美，我喜欢你穿的衣服，你完整了我。你过来吧，我希望这一刻永远不要结束，我真爱你。哎，亚历克斯，亚历克斯，醒醒，汽水给我，差一点。哎，你这个呢不可以喝啊，你以为了我有备用的呢，奶奶不会发现我在这里的，我得赶快喽。哎，等等哈，他怎么办到的？我对你真失望，我才不在乎呢，我总是有备而来的，嘿嘿，我真聪明，看我躲在这个树后面。终于只剩我们了，等等，我在这个上面啊！你跑不过我的，我才不放弃呢！别来烦我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我的汽水，我头都晕了，我啊！不要再绕圈跑了，停下来，我喘不过气了，我不行了，嘿嘿嘿，你太老了啦！我没事，老娘来啦！什么鬼啊？你为什么就硬要扫我兴呢？哦，我只是想喝个汽水，它总是要毁了一切。等等，我有一个点子了，这肯定会有用的。把上层的吐司拿出来，现在呢需要一个杯子。啊哈，这应该可以，把它给按到吐司里面去，切出一个圆圈，就像这样。剩的吐司也照做，但还少了个东西，我美丽的汽水罐。把这个放在吐司条里面，然后用一片完整的吐司把它盖住。哦，奶奶来了，赶快装没事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动作那么可疑啊？哈？啊，好啊，你们好好玩哈。等着了。哦，他走了耶！真不敢相信，竟然有用！我超级了这个汽水的。啊，等等，这是牛奶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以为能骗得过我吗？我以前就用过这招了。啊，回来啦！真讨厌呢。哦吼，飞吧小鸭鸭，下一个是谁？慎重目标。哦，弹弹乐，亚历克斯，你在里面吗？哦天哪，瞧这团乱的。干嘛？我在忙啊。你得把这里清一清，我是认真的啊！我要闪了，但这团乱啊，看来只有我清了。他每次都这样。哦，我的背，我实在弯不下腰来捡东西。或许也不需要。我有个点子了，该来个血拼疗法喽。哎，我想下个单哈。快递来了，给奶奶的。哦哈喽，年轻人。哎呀，这正是我要的，打给我啊，来看看啊。哦，这真完美。该放在哪里呢？这里似乎不错，把这个塑胶盒放在篮筐底下。亚历克斯，进来啊。我是又怎么样了吗？哦，奶奶，你穿这个是什么？我们来投篮吧。好哦。篮球呢？我们就用这个吧，这还真简单呢。这真酷。来吧螃蟹，我需要你，看好了。哦吼，我最棒了，射得好啊。
你有看到吗？继续，你做得很好。都丢完了，真好玩。你也把玩具都收好了，就跟我计划的一样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哦，我差点忘了这个，看我的。哇！真不敢相信，超厉害的啦！我想试试，但能用什么呢？有了，哦，亚历克斯，他卡住了。哦，嘿，奶奶。哦。我超爱画画的，就会是我最棒的作品，奶奶肯定会爱的。哦，这些盘子真脏啊，我喜欢干净的盘子。亚历克斯还真安静，这通常不太妙呢。哦，他在画画，他可以帮我一下，大概让自己有点用了。哎，毕卡索，拿着吧。啊、哦，我才不要了，把盘子擦干哈。这才不好玩，还有更多更多的盘子呢。哦，我真幸运。哦，有了，我可以让盘子变得更有趣，这肯定会很棒的。这整个看起来美多了嘛，我真天才。你可以把盘子也收好。亚历克斯，你在干嘛？他们看起来很棒吧？一点也不无聊喽。把你的笔都给放下来。哎呦，我亲爱的盘子都毁了啦，真不敢相信呢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深呼吸。哦，等等，我有了。把这个球球从我鞋子上拿掉，这样应该行。啊，把笔粘上去，然后用它把盘上的墨渍给擦掉，就像橡皮擦这样。哇哦，有够像魔法的呢！哦，好啊，也行啊。哦，这真赞呢！你还真好唬啊！我把剩的盘子也擦一擦。哦，好有用哎！涂鸦都没了，乖孩子。这真好玩，再来一次。哦，这游戏真棒，我可以玩一整天都不腻，我超爱的。嗯，亚历克斯，晚餐好了。不，我现在无法，等我一下嘛。嗯，他还真放不下那个游戏。那是有什么特别的啊？咳咳，亚历克斯，我快玩完了啦。哦，讨厌。好啦，我来了啦。干嘛？意大利面？你就为了这个打断我游戏啊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了。你坐下，我差点赢了呀。你可以晚餐以后再玩吗？现在是吃饭时间。一定要吗？我也不喜欢吃意大利面，奶奶的厨艺最差了，你看有够恶心的啦。这玩意儿哪能吃啊？这才笑话，打开吃什么呢？啊，有了，糖果是我的最爱。煮饭没那么难嘛，我完全可以当厨师呢。你看，整个就是大餐了嘛。只差最后一个东西了，超多的巧克力酱。哦耶，看起来真美味。这应该行，我要来享用喽。好，我都流口水了，开动哦。我完蛋了。你在吃什么？我煮的意大利面呢？啊啊！算了，我找到了。亚历克斯，你干嘛这样啊？是意外了。那是糖果吗？看起来真恶心呢。你真的喜欢这玩意儿啊？嗯，我试试看啊。那是还可以啦。其实还挺不错的耶。啊，你还好吗？配巧克力酱试试，你会很惊讶的。下次就给你煮吧，哈。哎呀，我好想吃东西啊！来颗多汁的苹果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在闹我吗？我才不要嘞！但你喜欢苹果的？他们超恶心的啦。那现在呢？哦，这什么？是猫头鹰哎！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这真是最棒的苹果了，重点在于摆盘嘛。下次你能做一只小狗吗？我还要哎，我整天也玩不腻。哦，等等，盖子还在耶。这个听起来可不太妙哎。
哎，爸，我好像有点问题啊，还等什么呢？喂，冲冲冲，别担心，就我处理。哇哦，什么鬼啊？哎，尊重一下隐私好不好？你慢慢解决哦，别再扛着我到处跑了啦。等等，我得喘个气，我体能可没以前好了。哦，这楼梯也太多了吧，真该买个电梯的。快点了爸，来吧。哦，你多重啊，别挡路。厕所是你的喽。刚刚好，我不会看到。太冷了啦，我先闪了。啊，怎么了？是马桶坐了，你看。真糟糕。等等啊，我可以用一下弹弹乐。首先呢，把洞洞拿起来。哦，感觉真棒。接着呢，把它们给粘到马桶上面。哇哦，还真缤纷呢，这可以避免马桶座冰冷的问题。哦，来加上一个爱心吧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啊。好喽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，加比？哇哦，我超爱的，来喽，我等不及要试试喽。爸，拍下了宝贝，感觉真舒适。啊，好多了。你都吃了些什么啊？加比，你好了吗？超好玩的，这大概能够帮忙打发时间。谢了爸，我很高兴可以帮忙。哦，这个玩具真舒压哎！马修，不要啊！啊，跟我来。但妈，哇哦，你还真重哎！妈，我怕高啦，放我下来。我好像得了疝气了，我都要做什么呢？我要帮你做超美味零食。首先呢，需要一些饼干，把它们给放到搅拌机里面，然后打一下。哇哦，你看，得打得很细哦。我拿碗来了，谢了宝贝儿，好咯，把它给倒到碗里面。那接着呢，加上一点食用色素。用绿色的色素，这不需要了。现在呢，来混一混。哇哦，超神奇的耶！还没呢，挤压的时候感觉才棒哦。这真的是我见过最棒的东西啦。然后呢，做出各种颜色的，你觉得呢？马修，他人呢？马修，你在干嘛呢？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我说了什么？不准吃玩具。试试这个吧。真的，谢了妈妈。真好奇味道怎么样？真不错哎，还能做出各种形状。拿出我的饼干切割器，超好玩的啦。真高兴你喜欢，宝贝。自由！你有没有看到老师的表情啊？凯文竟然在他的椅子上面放整人椅垫呢！你喜欢凯文呢？哎，不要拉我的头发了啦！你住手！我得要给你看个东西。这个是我的新朋友。哦，看起来真可爱耶！这是你看。啊？我的泰迪熊怎么了？糟糕，我的笔的墨水流出来了啦，这可不妙，我老妈会气歪的。给我，我对你真失望。够了，给我滚，你真令家族丢脸。我该去哪呢？啊，我的人生就这样了，只能四海为家了，一人走天涯，而且还遇上了大熊。或许他想要个抱抱，但应该不是。啊，这可不行，我才不想被熊吃掉呢。我有了，在洋芋片罐上面涂上胶水，来做出一个框架，涂好涂满，留个小空隙。接着呢，在框架上面放个拉链。哎，你的新铅笔很好了，这给我的，超棒的耶。哦，我等不及想用用了。哎，我的笔呢？刚刚好呢。你最棒了，米奇。
我是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刚好嘞。妈妈 ，Hello， 米奇，嗨，朵莉。糟糕，恐龙来了！哦，哇哦，真刺激耶，是不是啊？拉米，我便便了啦。哦，我有闻到哎，好，真臭。哎呀，得来教你便便咯，大女孩就应该这样，看好了。哇哦，真有压力。然后大在便桶里面，就这么简单，试试看吧。现在吗？好哦，来吧。哟吼，瞧我的帽子，真该料到的。爸，你得要坐在这个上面。米奇，住手！快点！这还真怪，像这样啊，这是便便的，不要吃啊！哈、啊，你真坏！不，不要哭，这真准，我喜欢我的尿布啦。等等啊，这个给我，我把尿布放到便桶里面。你还是可以搭在尿布里哦。哦，听起来真不错哎，来吧。哎，有用哎！啊，不要看啦！哇哦，成功了！我的乖女孩，做得好！哦，还真多哎，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吧。最好快一点！我成功了耶！当然啦，你真棒！哦，米奇。我得再上一次，没问题啊，真尴尬，从来没这么丢脸过。该去上厕所喽，我憋超久了耶。啊，这真有趣。咦，我最喜欢乱喷啦！哎呀，歪了！哦，糟糕，喷到天花板了呢！哦，哦，哈哈！哎，不用手哎。真不应该喝那第二瓶汽水的。嗯，我可以帮老妈浇个植物啊。喝吧，小家伙。哦，正中目标，赞哦。好，完成了，冲水吧。哎，可不能忘了洗手。哎，算了，亚历克斯，你在干什么你？记得洗手啊，都干净了，乖孩子。天哪，怎么回事啊？拜托，不要告诉我是你的尿。亚历克斯，这都是你弄的吗？哎，对啊，人家得要上厕所嘛。啊，我只能怪自己了。嗯，或许我有个办法。哦，该来血拼喽。这正是我要的。哇哦，这个服务真棒哎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专属小便斗。哦，好哎，酷哎，来吧！哦，我就不打扰你了啊！哇哦，我好了，妈咪，乖孩子，你真的做得很棒哎！嘟嘟嘟嘟哒，哦，你好啊，还真是充满活力哎！嗨，各位，欢迎回来我们的超级秀，我们收到粉丝亚历克斯的影片了。我只是个普通的学生，但每次我要写作业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个小麻烦，我的东西都找不到了。啊，米奇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啊？我的人生好难哦！天哪，真是悲剧！不用担心，亚历克斯，看我们来改变你的人生，来个大改造喽！一块来吧！哎，有人在吗？哇哦，米奇，真开心见到你！大家总是期待见到我。哦，你弄痛我了啦！哎，我哪有？好了，我们来仔细看看亚历山大的问题在哪儿。哇哦，这真是个大灾难呢，到处都是铅笔啊，真是乱到一个怀疑人生嘛。哎，你这样到底怎么写作业啊？就说我人生很难吗？我是说，你看看这边有各种坏掉的东西。这等等再清理吧。啊？我们现在就得开工啦。哇哦，我老妈肯定会气炸的。我们不需要这些无聊的玩意儿，准备大换新了没有？
我有刚好可以用的哦。来了，戴上这个，看好了，转动吧！我们准备用这架了不起的小飞机起飞吧。你的文具游戏会升级到贵宾级哦，可爱、方便，而且又聪明，还应有尽有嘞。这个小家伙会用超级设计让你嗨翻天的。哇，怎么样，挺棒的吧？来看看吧，我们为你准备了最新的安全剪刀，而前面呢则有一个卷尺。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这可爱的边边呢则是削铅笔机，精确度高的刀锋，你的铅笔再也不会断掉喽。哇哦，我超期待的耶。在这边呢我们有个橡皮擦，在页面轻轻一擦就可以擦掉所有的错误了。你看看这个擦起来的效果，哇哦，真厉害耶。但还不只是这样哦，甚至还有最新的订书机。拿哦，米奇，我都不知道你喜欢我哎。节目效果而已，不要会错意了哈。好了，站起来。我们得来处理一下你的衣服。哦，有了，这样才像话嘛。哇哦，超棒的呀，很帅哦，亚历克斯。哦，是啊，没有你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下次见了。哦，真兴奋，让我瞄一眼啦，比我想象的还要神奇哦。哇哦，超赞的耶，真希望我也有一样的床。哦，爸爸的鞋子，呵呵，还真大耶。哦，哇哦，妈妈的鞋子真美。哇哦，稳住哦，来喽。穿这个可真难走路。哇哦，可真好玩呢，还能玩什么呢？妈咪的香水，哈，我闻起来真像大人呢，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，超多颜色的。哎，这什么？真好笑哦。哦，真棒哎，味道好香哦。啊，哦不，还我啦，我还没玩完呢，这些并不是玩具哦，或许还有什么方法。从口红中取出口红棒，然后把粉色的巧克力给滴到汤匙上，用蜡烛将巧克力融化，混一混要确保都有融化咯。再把巧克力倒进干净的管子中，用巧克力装满，把它给固定好，看起来真是美味好吃的口红呢。真的吗？哦，哇哦，闻起来真像巧克力耶，你试试看咯。妈咪的化妆品安全喽。这时候照顾好加比啊，照顾加比，好哦，别乱来啊，这超赞的，太快了。等等，我的手机在叫。哦，停啦，加比，我要吐了啦，今天真是赞爆啦，我累歪了，我这真是无聊，和亚历克斯玩还比较有趣呢，终于可以放松了，这才像话。他们看起来真酷哎，我真想要有个刺青，但我半毛钱都没有。等等，有了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最棒的是完全不用被针刺啊，看起来挺不错的哦。我看起来真棒。哎，亚历克斯，你看啊，什么鬼啊，挺赞的吧，我跟你一样嘞，我真是开心爆了，我们是刺青伙伴喽，我真是满满活力呢，挺酷的哦。啊，爸妈回来了啦，也太快了啦，糟糕，得把你给清干净。但我的刺青人家才刚刚用上去，不可以让他们看到你这样啦，我得要赶快处理。不要动啊，用胶带把刺青盖住，然后小心的撕掉。啊，不，亚历克斯，拜托不要啦。瞧，刺青被撕掉了，完全不用搓呢，快速又简单，效果超完美的，有点痒就是了。最后一个，时间刚好，好险，但人家喜欢那些刺青嘛，真讨厌。
今天真棒。哦，嘿，宝贝啊！等等，你的刺青怎么了？哦，对哈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啊，他们不是真的。你真弱，看来你们玩得很开心嘛。哎呀，今天啊，门关不起来，这怎么了？啊，原来问题在这儿了。你对熊熊做了什么？我要告诉妈咪。注意你的玩具放哪儿啊？玩具是惹到你了吗？什么鬼啊？到处都是玩具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捡一下吧。糟糕，米奇，米奇，小心呐！不！拜托别出事啊，他老妈会抓狂的。米奇，糟糕，不会吧？你做了什么？来，小熊，你干嘛这样啦？没事的啦，玩具又没有生命。我是说啊，我可以修好它的哦。我只需要这个可爱的小家伙，把它给套在门边，这样子关门的时候就可以留下空隙了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吧。来喽，做得好，爸爸。同时啊，我们来修泰迪熊吧，我压力山大到崩溃了我。哎呦，我是说，才不痛呢。你最好修好，你不然就完蛋了。嗯，这萝卜真不错吃。我到底吃了什么？我的肚子痛歪了啦！什么鬼啊？哎，我的钱，还有我的手机。哦，讨厌呢，真不敢相信，我得把手给伸进去，超恶心的啦！幸好上一个人有冲水。哦，快拿到了。哦，可恶，人家最爱的口红哎！哦，好讨厌哦，该怎么办？等等，那里怎么回事啊 ？Hello， 有人在吗？等等，这是大便吗？不会吧？等等，哈，我就知道你在干嘛了，艾丽。我在吃零食啊，你想不想吃？哈，我不要了，超好吃的哦。你哪里有毛病啊你？我可没时间跟你无理取闹，我手机掉到马桶里去了。我真的什么都得做啊！哦，那我亲一亲好了。真讨厌！哎，你的手机在里面呢，你懂得它不应该在里面的吧？这需要你讲啊！不用担心，这个我来就好，我只需要拿个工具来捡就可以喽，这应该行。啊不，我最近没出毛哎。咦，你整个是个大毛怪呢！这给你用了，谢了艾丽，保重啊，赶来开工了，把内搭裤给套到马桶上面。你在干嘛？这应该行，来把剪刀给我吧。我好了，那给你。这也太多毛了吧，冬天可以帮我保暖吗？我都要吐了，我这我得好好的清一清，你真的得好好的控制一下。好，继续来吧，在内搭裤上面剪个洞。哦，还挺有趣的呀，这应该够大。嘿，我真天才。我好疑惑，到底要干嘛啊？好哦，来看着啊，剪刀不会掉到马桶里面。哇哦，这真聪明啊，这招什么都适用。那你看，超完美的。接着是终极的测试，我的手机。不，别啊，我得试试看嘛。哇哦，我不敢看了啦。没事的。哇哦，还真的有用啊。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还没完呢，来点扁扁吧，我随时都有以防止这种情况啊。来吧，正中目标，你可以放心大便喽。哇，你脑袋也太神奇了吧。哦，我好急啊，麻烦你出去一下好不好啊？我看你得预约个肠胃科了吧。随便啦，你赶快闪啦，当作是测试嘛。哦，这真舒适，我真需要一点娱乐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注意啊同学，今天呢要考试，而今天的考试特别的难呢。好了，第一个问题，哪个是碱性溶液，这个呢还是这个？我知道，是蓝色的，你觉得呢，史黛西？你同意吗？我不确定啊。这上课的时候我们说过了，应该知道的。瞧这团乱呐！
你真该好哦，来试试看不同的吧。这是谁呀？这我也会，是头发很好笑的家伙。严格来说是这样没错了，他真厉害呀。这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这是烧杯。又答对了，米奇，谢啦。那这题谁能答呢？有点难呢、哦。哇，真不敢置信，超脏的啦！记得用啊。等等，你们也有看到吧？算了，你们有四个选择。哦，这真难。我才不觉得难，怎么他全部都会呀、啊？毕竟他没那么聪明吧？真厉害呀，米奇，他肯定有作弊。我可以帮你吗？有人整个在黑板上面乱画，我会让他看起来跟新的一样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住手！放开我的布，我认真的，女士。机会来了，我需要一点外援。我超爱科技的啦。我刚刚说到哪里？史黛西，你在作弊吗？我吗？哪有？好啊。史黛西，手机给我，快点啊，在老师发现之前。谢啦。下一个问题啊、哦。我知道怎么帮你。嘘。别的手机壳的边边涂上胶水。旁边再涂一条胶水。然后把铅笔给粘上去。把手机壳整个用笔粘满。来藏住手机。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啦。好、哦、谁能够回答这一题啊？米奇，那是什么啊？这个这只是我的笔啦。好啊、哦。拿去。哇哦，谢了。我把它放在这里。这样随时就有所有的答案喽。快点，我可没那么多时间，是哪个呢？这真赞呢！我知道，是那个，非常好。谢啦，米奇。咬我！你有看到那个食物吗？那女孩们，现在乖乖的哦。然后呢？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吧？哎，我想要这个，给我！哦，真美耶！哇哈哈，妈咪！好啦好啦，拿去啦！都是你的错，妈咪！艾莉很坏，不，米奇才坏！你们两个的奶嘴呢？啊哈，得要把他们给洗一洗。没这些还真不行呢。那女孩们，一个给你，米奇。接到了啊，真是没完没了哎。除非我有了啊，这什么啊？我知道怎么样不让奶嘴掉下来，把它给绑到气球缎带上面。哇哦！真聪明啊，得确保结有打紧呢。哇哦，好多了，这个派对真好玩呢。看招，耶呵，我超爱气球的。生日快乐啊，女孩们！瞧那个蛋糕，天哪！奶嘴就这样飘走了，但没关系，哈哈，他们飘走了耶！来吃点蛋糕吧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我真幸运哦，我的奶嘴，哈哈，真好吃。跟我的狗狗打个招呼吧。哦，我有了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滚！这才是我喜欢的玩具。咦，看招啊！哈，射得真准。哦，来射这个覆盆子吧，肯定会很赞的。
哦，瞧！哦，水果攻击！哇哦！哎呦喂呀！哦，肯定很痛的。是谁干的？不是我。啊，这位小姐，你完蛋了你。你看起来好可怕哦。够了。啊！啊？嗯，还不错吃哎。啊，你还有没有啊？当然有啊。好像在我嘴里开派对呢。好，我教你哈。这玩意儿呢是个有洞的特殊奶嘴，把覆盆子给放进去，然后挤压一下，就这么简单，而且还很美味哦。嗯，那我就用汽水跟洋芋片跟你换这些咯。不要。哦，你这人真讨厌。有了，你可以来加入我的茶会啊。我吗？哦，好哦，真是太幸运了呢。我也带了我的小狗狗来了，它叫做小补丁。是早餐时间，我帮你倒果汁咯，宝贝儿。是我最爱的杯子。嗯，巧克力。嗯，汤匙呢？我马上就回来，现在就只有我跟巧克力了，都是我的，可真美味。哦，真棒，真黏呢，但是超好吃的。哈哈，来哦，宝贝儿。啊，天哪，爆炸乱的。哦，这个好哦，整个到处都是啊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洗洁器分配器给了我一个点子，拿罐巧克力在盖子上面戳个洞，接着在洞旁涂点胶水，要避免它弄到罐子里去哦。接着呢，拿干净的鸭嘴放到洞里面去，推进胶水里，哎，这样就有巧克力分配器了。哦，你看看，来试试看啦，只要挤一下下，巧克力就会跑出来了，分量刚刚好，挤干净又整洁。哇哦，超棒的。嗯，谢了妈咪。你的下巴沾到了啦哈！幸福快乐的生活，晚安啊，米奇，做个美梦啊！晚安，爹地，真棒的故事。下回，爹地，是你吗？我就知道家里闹鬼了。哎呦，讨厌呢！有人在下面吗？没有。什么鬼啊？爸爸！怎么了，宝贝儿？有怪兽在床底下，我看到了啦。怪兽？我看看啊。下面什么都没有啊。没有吗？你确定？但是我有看到哎。我知道了啊，我们需要的是怪兽喷雾。看我拿出喷雾瓶，在上面粘个眼睛。还需要很多才可以，然后呢，选标签，哎，这样子呢就解决了。哇哦，谢了爸爸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好了，晚安啊，宝贝儿。我准备好对付怪兽了，喷雾在手，我才不怕呢。这是什么鬼声音啊？弄得我整晚睡不着觉。啊，是你，看我报仇啊！啊，嘿嘿，你别想。退后，慢慢来啊！让我看看你的手，看招！妈咪！站住，别动！你可以听我解释吗？快喷它！不，我融化了，我融化了！哎呀妈呀，这个世界真恐怖啊！哎，这真耳熟哎！专心点，爸爸，继续！我是哪里惹到你了吗？住手，够了！我不行啦！我受不了了，我先闪啦！我可没料到这个，但真有用哎。这里面到底有什么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可以避免你吃的到处都是啊。来，你的燕麦粥。谢谢妈咪。嗯，看起来真美味。终于能看电视了。哦，我的最爱，超赞的啦。真有趣，嗯，我有了，要不要吃一点呢，机器人？
马修，住手！不行，不可以喂机器人。你毁了我的乐趣啦！我什么都不能做。哦，或许我可以喂植物，怎么样啊？哦，这节目实在是太吸睛了。看我让小树变成大树一样，关那机器人。嘿，你有看到吗？哦，苍蝇哎。嘿，妈咪。啊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敲击团乱的，住手啊你！挺美的耶。给我放下，马修。哇，到处都是了啦，求你了，拜托。啊？你瞧 ，Hello， 欢迎回到节目啊！准备这个节目弄得我们都饿了，幸好我有备而来啊！开动吧，来喽！嘿，我的最爱！哦，糟糕，我真笨手笨脚！哦，糟糕，超乱的呀！你得要把它给清干净。这个场景眼熟嘛？那么你绝对得要用这个免键碗。还真花俏哎！不管你怎么样翻转扭。都不会洒出来哦，试试看吧。哇哦，超有用的耶，这些发明真厉害。哎，科技很棒吧。等等，我们在干嘛呢？瞧这个舞步。哎，千万不要错过，赶快买哦。哇哦，你有看到吗？就像生活的未来呢。这给了我一个点子，你的碗接一下。首先呢，把胶水给涂在碗底，不用太多，一小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在胶水上面放个吸盘，接着另外一边也照做，还需要再一个，这应该行，来试试看吧。把它给按在桌上，哎，超稳的呢。似乎是挺挑战的，加油啊！哎呀，我可以看电视喽。哦，他真帅耶！机会来了，我要把碗翻过来。啊，粘住了。动都不动啊，可恶人。好吧，只好乖乖吃燕麦粥了。哇哦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真讨厌燕麦粥，我马上回来。他人跑哪儿去了？马修，我回来啊。哦，是燕麦粥吗？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怎么回事？完全动不了哎，我真弱。好吧，我只好把桌子给一起带走了，没关系的。那怎么样了，宝贝儿？你看啦。睡前读本好书吧，配点零食。舞会之夜终于来了呢。哦，这个颜色可真不错哦，这闻起来真棒呢，这超美的。但好像少了什么耶。哦，皇冠，就是这个。接着来穿裙子喽，真美啊！我绝对会是舞会皇后呢，我整个就是在童话之中啊。我的包包麻烦一下，我手机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哇，这整个是大灾难！我不敢相信，舞会被毁了，好，有够讨厌的啦。怎么啦，宝贝儿？你看，好，我不能去舞会了。你可以的，我来处理好喽，这肯定会有效的。妈咪，你真聪明啊！试试这个吧，将胶带绕着裙子贴，移除衬背，然后把棉花糖给粘在胶带上，每一段胶带都照做。不错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得要做。用棉花糖来覆盖住裙子吧，记得留点给自己哦，惹得人家有够饥饿的啦。谢了，妈咪，上传个自拍吧。下一个啊，瞧这些赞。什么都懂，但记得奶奶永远比较强。你奶奶为你做过什么可爱的东西呢？留个言告诉我们吧。别忘了订阅本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相似的精彩影片哦。